一起吹，你也太快了吧！再一次给婷婷吹，婷婷还一脸茫然呢。对啊，他突然想说奇怪，我上一次不是唱过了吗？他哪会接的？两只。哎，你不抽烟的人怎么会有打火机？一二三，他放点花椒。哈，有吹到了吗？有，还有最大，有没有最大？婷婷，生日快乐！啊，那个彭彭宝宝就掉了。